最后一集，谁可评？全部马匹准备投档第七场赛事国际二级赛短途锦标一大热。好，一跳出嚟，前面快嘅马谁可拼同埋红衣星神第三位，出面幸福指数，中间蓝衫新力风内兰圣德威响尾四，中间夹住黄衫粉红亚洲军哥，尾二争分夺秒，咁响出面咧就嗰只华欣亭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八百，前面带头幸福指数都系要放咗出嚟跑噶啦。红衣星神霸咗个第二位先，第三位咧咁啊仲有内兰仔呢只谁可拼拍住，出面就新力风，外边咧咁啊走咗上去有华欣亭啊走三踏喎，争分夺秒又跟。住佢啦，內蘭聖德威中間咧，仲有呢只棍哥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幸福指數仲係帶頭嘅，跟住第二位嘅馬就係紅衣醒神啦，第三位中間新力風，埋邊誰可平，出邊冚有華欣亭最出，爭分奪秒都開始騎緊噶啦，中間粉紅眼罩棍哥，咁啊馬林中間博位咧，仲有聖德威步速唔快噶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埋邊幸福指數，中間紅衣醒神，外邊一鼓作氣爭分奪秒，砰砰聲上跟嚟，入邊仲有聖德威，最後一。红衣星神中间出面追佢啊，争分夺秒埋边上嚟，圣德威接近终点，争分夺秒冚过埋咧就系红衣星神啊，跑第三名咧就系圣德威啊，结果呢啊争分夺秒，咁啊国际二级赛啦，终于都赢到啲级制赛，赢出呢场国际二级赛嘅短途锦标啊，咁佢都兜咗个大弯嚟赢你红衣星神噶啦，第三名圣德威，第四幸福指数。而又爭分奪秒啊！後上勝出今屆嘅短途錦標，跑第二名一號嘅紅衣醒神啦，羅利亞；第三名見到八號嘅聖德威啊，潘頓繼續中心啊呢匹馬；第四名五號嘅幸福指數，另一匹告東尼馬房嘅馬騎師國能，咪受讓五磅嘅呢只咧爭分奪秒。係啦，今次啊贏咗紅衣醒神啦，咁啊兩匹，臨尾係23.5啊！呢一隻爭分奪秒，作為呢個主席短途獎咧，都有一個好好嘅熱身啊！呢場啊，咁啊，到時係平榜噶啦，咁啊，紅衣醒神咧再鬥過啦。我見到佢今場都蝕幾多位啊，後面咁啊兜彎追上嚟，但佢係用啱咗自己嘅跑法啦。四連環預計派彩一號、二號、五號、八號派244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二號、一號、八號、五號順序派1900元。因為今日紅衣醒神咧又比以往跟得前咧，一來啊，二來你見阿羅利亞入直路咧，好似人哋即係隔離嗰只爭分奪秒已經騎到行曬嘅時候咧，佢先係仲搖緊嘅啫喎。終點前都係拍咗兩邊，已經到啦。而家輸一條頸嘅啫嚇，睇下月尾再鬥過啦。今日就有五磅差距嘅。所以一場好好嘅熱身賽啦，作為一個主席短途獎。咁啊，到時多啲馬參賽咧，步速正常翻咧。佢可以拖翻後啲，個發揮又會唔同。嗯。啊，華欣亭啊，包尾又翻到嚟啊，唔知道有咩問題啦。今日制完唔好啦，沿途三跌望空，又蝕埋個慢步速。希望都冇咩事啦，只馬嚇。好，咁啊，莫雷拉，咁啊，再贏多場咯喎。三 V 暫時啊。嗯。幾隻阿賽短途馬都好勁噶啦，係啊，咪輪流啦，都恭喜曬馬主啦，獲得250000嘅遞增獎金啊！咁有時你贏一翻場，我贏翻場，咁大家馬主都開心啦，都交代到。咪聖德威都真係好忠心啊！呢匹馬。又追翻個第三，嗱，繼續 keep 住有前三名。告東尼兩匹跑3-4。呢邊就準備頒獎。
上次一齊平頭第二，咁啊輸俾偏偏，咁就偏偏又唔喺度啦，咁啊結果兩匹馬自己升一格啦。其中爭分奪秒啊，坐正啦，捧埋杯。恭喜曬馬主！都有今季紅霸曬啲短途嘅大賽㗎啦，蔡一翰。莫雷拉，三邊啊，暫時。係啦，所以騎師王啊，停止受注啦。好，嚟個大合照先，跟住仲有另一場嘅氣慾啊，主席錦標啊，千六米。好啦，睇翻個場內影片啦噃。起步咁啊，中間見阿國能咧就比較落力啲啊，幸福指數因為都想擺前啲走啦嚇。咁喺佢旁邊咧就紅衣醒神貼欄位置就誰可拼啦。中間第四位就新力峰嚟嘅，咁啊後邊四隻馬都平排喎，盛德威啦、軍哥啦、爭分奪秒同埋華欣庭嘅。我步速好慢啦，咁啊头两段都47.63啊，咁啊都真系做啲新马赛嘅时间嚟嘅，咁啊所以你见后边咧都有啲马斗紧口嘅，咁啊伟达嗰只啦，同埋外边阿柏宝嗰只噶，咁啊其实阿莫雷拉嗰只都沿途处于劣势嘅，不过真系佢系几爆得嘅嗰段，咁啊谁可拼接难嘅呢度，咁啊就系入直路早段咧就失过嚟嘅，咁啊呢度啊见啊。紅衣醒神好似好多起手啊！阿博阿羅利亞都好似好定當嘅，佢就要突然間轉波只馬就比較難啲，因為太定啦，又隔離都騎到行曬啦。呢度叫莫雷拉上嚟咧，先至隻手喐下，啊呢度拍兩邊，不過已經到啦，對手都上到嚟啦。分段時間頭段24.45，第二段23.18，末段21.39，總時間1分09.02。